动感偶像曹曦平能够压抑自己容易生气的情绪，不被任何乱源干扰吗？哎呦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诚实点来告诉我，请诚实点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。什么天长地久，只是随便说说，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。方伟明的还跳的完全跟我的节奏都不一样的。哦，来来，你来来来来，白雪你死定了，你自己解决哦。你为什么接这个通告？你怎么敢来？你像气大哥对吗？其实他跳爱的初体验就错了。真要讲你们长得还真像，好像哦。不是你刚刚唱的歌为什么接那些台词怎么接的？不是啊，你刚刚很多段都没在唱，我知道我帮你接啊。先给你弄火花呢。对呀对呀。你管些羽毛呢、项链，你干什么？个子跟我差一大截，丑八怪。不丑吧？大家评评理，谁是匹马的呀？红豆，当然是你啊，怎么会是我？我们不敢评，对不对？阿丽亚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？曹曦平早就过十八。莫了，怕死啦！莫，算。给吧，小米花六十八，你还说我六十八，六十八年次，对，说你很年轻呐、其实我很讨厌他模仿我，真的吗？我非常讨厌。但讲真话，还有几分像，而且几分几分，超哥真的演艺圈除了他，没有真的没有人愿意了。对，这个通告敲好久哦。我跟你讲哦，人家宁愿去给鳄鱼咬，他都不敢来上这个通告。而且他刚刚上通告前还问我说怎么办，我刚等一下真的要模仿曹大哥吗？他还在担心。对呀、真是。他刚一边模仿一边那个嘴角在抖他也没什么特色啊。好好好，你会不会唱歌？他会，他会，会，他会吗？他会那个五月天，很像哦。对，真的吗？超像了。是。陪你熬夜，真的吗？我还没有对过 K 吗？他说他没有对过，宪哥这句话可以当歌星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要不然你就自己开一个 key 唱，对嘛？什么叫你直接唱嘛？对 key， 直接来嘛，来 ，1 2 是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的阿信，你就唱吧，你哎呦。陪你熬夜聊天打包，但也没关系。陪你逛街逛成扁平，租也没关系。你不要学曹曦平好吗？请你不要学曹曦平好吗？重生健康 O I G， 让我重新认识 L O V L O V E L O V。
有才艺啊，还可以唱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只是人长得丑的脸，丑丑没办法，这不能怪他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模仿你耶，对吧？你刚才模仿我吗？对吧？我还丑吗？没有，你又在讲我。我在丑，我在。哎，会不会讲话你？真的。不是啦，我是叫他不要不要这样乱讲话。你刚讲，他讲，你还跟，你还 give me 办法？不是，我是说不要这样讲话，我打他的手，打我的脸呐、啊。对啦，我要打脸，他手伸过来。青哥，你们通告费真的很难赚。哦，你每次来我都好像跑了5000。好，那么要公布，好，就请大家不要骂我啊。其实我对 Patrick 是很好的、啊。对，每次我骂 Patrick， 每个都说超哥。你为什么欺负他？像我上次骂小赖，每个人在我的版面说小赖真的不丑，你为什么骂他很丑？但小赖真的是蛮丑。三立新闻也播啊，三立新闻还播也播啊，没有，但小赖是真的丑，真的丑，对，听到没有？真的丑，是他们讲的哦。新闻不要再说我讲。他那个也不是丑啦，他长得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金童脸。金童。金童玉女。放在那个 case 前面，一男一女那个。欸、真的很像，真的蛮像，真的很像，发型也像，所以我是讲实话、啊，对对对，真可怜的，讲实话还要被人家骂。好，讲实话，我们现在讲实话了，我们我们三票好了，好，我个人觉得过关，你真的吗？真的过关吗？这件事情你要处理好吧，我跟他有交情了，好不好？我过关，你呢？我抗议，你抗议到立法院去啊？不是啊。如果说陶希明过关的话，那刚刚我也应该过关。那你应该被关。你那个整个词落了一大堆。不，哎，他都已。我只代表一票嘛，还有两票啊。你这个老贼！我过关过关，你这个太好，唱太好了，一点不受影响。朋友，还是老的好。来来来，真的，你觉得？你们觉得？你们过关。你讲话，你干嘛不讲话？只要有一票没过关，通告费就减半。凭良心啊！不过关，不要跑，都不过关，努力，回来，喂。杰克，你别害我。哎，冒怕死人啊！冒，哎，走光，哎，走光，观众会走光啊！现在肯讲实话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。刚刚他不是要闹我，其实前面那两个我还 hold 住哎、欸，没有，是因为那两个在跳那个舞。曹大哥是因为 Patrick 拖累你了。对啊，要是只有你的话，当然过关啊。没有，他一直在我那个歌词里面一直骂我。对，我唱的每一句歌词里面一直骂我。所以应该是 Patrick 偷偷费钱办。所以我跟宪哥其实是说。你过关，谢谢。不会啦，他知道我通告费不便宜，像我这样砍半，我怎么回去啊？那我坐计程车，你帮我付啊？对呀、啊，九八块，砍 Patrick 的。你我这，来叫急，九八块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再来回去了？对啊。谁要你在九八块，他不可以坐同一个车了，我宁愿坐公车回家。哇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要他开车，你坐旁边的画面一定很好玩，很好笑。皮马聊哎、欸，真的皮马聊了。哎、欸欸，那拦酒驾的哈，一拦下来，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里面坐两个曹希平哎，好好笑哦。双胞胎啊。后来又到下一站又被拦下，太讨厌了，又拦了，哎、欸。哎哎，里面有坐两个 Patrick， 长一样是两个 Patrick， 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要严格执行，没有通过，愿赌服输啊，那怎么办？好了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哥。